偶像剧场 2.0 游戏规则说明，每一关卡由关主分别以投影的方式演出屏幕中的角色与行为，三队参赛者将答案写在白板上，答对较多题目之队伍获胜。Grace 还有我们的大瑞，掌声有请。今天你们要带来的是舞蹈表演吗？对，我们今天带来的呢是什么？霸王。对，是霸王的主题曲的表演。OK， 掌声。战斗，战斗就不能退后，量要更强，战斗要更多。现在快暴龙发射，开始吧，暴龙战斗，打开了秘密惊奇会更多。有一段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好厉害哦！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精彩。因为大瑞最会的就是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对对。自从大瑞失去了他那位武术的同学之后，他在舞蹈上面就找不到灵魂了。不过他真的灵魂真的又找到了，就是 Grace。好棒哦！哇，真的太棒！这么好看的爆完决战星球呢，在每个礼拜六早上11点。一定要锁定又有 TV， 对，哦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偶像剧场要来出题了，哎呦，好了，我们第一题呢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太阳还有 Grace， 欢迎，有请。第一题，偶像剧场什么样的角色做什么事情？好，第一题呢，太阳哥哥跟我们 Grace 已经准备好了，偶像剧场第一题 ，Action。观众们表演的是什么剧情呢？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是不是也猜出答案了呢？一起来！这个角色在做什么事情呢？讨论小声一点哦！快点够了！很清楚，非常清楚。这一题非常的简单，对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来，好，红队的答案是孕妇在拔河，好，蓝队的答案是孕妇拔河，绿队答案是孕妇拔河。哇，你们是我们蓝队的同学，是今年从加拿大回来吗？注音写的学得非常好。第一题的答案就是，请帮我亮起来。恭喜，全部答对。孕妇在拔河。接下来第二题呢，就稍微比较有难度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第二题 ready。第二题还是我们的太阳哥哥还有 Grace 来出题，小王子。偶像
请亮答案板一二三。好，红队答案是指挥家在做体操。蓝队答案是指挥音乐家在做操。好，绿队答案是指挥家在跳健康操。非常明确的答案。正确答案是指挥家在做健康操。很好，恭喜全部答对。好，大瑞是表演科系出身的，很厉害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三题，偶像剧场，芭比 ，Action。什么角色在做什么事情呢 ？OK， 好，数到三，请亮答案板，一、二、三。绿队答案是招财猫在打蚊子。哦，答案感觉蛮明确的。为什么是招财猫？为什么是招财猫？哦，你没有看过，有看过招财猫？就是这样子哦，在打蚊子，不是在玩一拍即合。OK， 好，红队答案是猫在打蚊子。OK， 不要来了，不要来了哦，这种声音听了就好痒啊。好，蓝队答案是招财猫在打蚊子，答案就是招财猫在打蚊子。一点点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月亮比得很好，他有先把那猫的胡子给比出来，对，然后再把手势做出来，接下来就是手，这样子，哦 ，OK， 接下来第四题，好的，来第四题，我来出题了，哎，心情姐姐，偶像剧场，你就要那我一杯，偶像剧场 ，Action， 很好，月亮姐姐什么角色呢？哎呦，很清楚。红队答案，相扑选手在打保龄球，很好。蓝队是相扑力士在打保龄球，好。绿队是相扑选手打保龄球，打保龄球吗？保龄球。我觉得那个大瑞很像那个 Michael Jackson， 他头太远了，然后就是啊，他是啊，洗钩啊，怎么讲？是不是？好，正确答案。Grace 帮我们翻一下，正确答案就是相扑选手在打保龄球。恭喜三队都答对了，全部答对。相扑力士也是可以。绿队跟蓝队呢，全部答对都获得我们的四题，所以我们的绿队跟蓝队各获得一分。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